本期讲解一个引流色粉啊必备的外面收费888一年的爱聊 APP 无线私信脚本。这个脚本的话是外面收费888啊，现在的话是在教程上这个是提供的，包括这个爱聊的这个安装包啊，还有软件的安装包，还有这个实操的教程，大家看看视频，一些视频课。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个爱聊 APP 啊，或者是爱聊 APP 无线私信，就可以下载本堂课程了。